大家好，我是瑞光老师，接下来跟大家预报八月四号礼拜二各星座的运势哦。运气特别好的三个星座呢，第一个是母羊座，跟家人呢相处非常的和乐，而且笑声不断。第二个呢是射手座，你工作上啊非常认真，非常负责，职场的部分呢非常的顺心。第三个呢是狮子座，气势啊非常的惊人哦，不管在职场上啊工作上都能够震撼全场。特别要注意的两个星座呢，第一个是天秤座，可能啊会有一些人呢得罪你哦，让你内心有一点点纠结。第二个呢是摩羯座，情绪啊有一点点起伏，欲言又止，想发脾气呢又发不出来，不妨自己好好的啊去处理一下情绪。在幸运颜色以及数字的部分呢，风象星座朋友是淡蓝色，数字是3；火象星座朋友呢是米白色，数字是2；水象星座的朋友呢是粉红色，数字是1；土象星座的朋友呢是白色，数字是6。